手游酷玩。你来我办公室有什么事情吗？老板，我的手指受伤了，我需要卧床休息。你说什么？你受伤了要请假？是啊，手指被门夹伤了，医生说我需要卧床休息。受伤休息是应该的，不过一根手指受伤，整个人卧床休息不妥吧？那老板你说怎么办呢？我一会儿送你一个小东西，你先回去工作吧。过一会儿。好，现在你可以用另一只手继续写稿子了，继续工作吧。请假卧床，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